来吧。哎，我没开麦克哦，哦 ，sorry， 我有开声音，但是我麦克风的那个什么，没有把它搬下来，好，那个就是那是电竞式的麦克风，啊，它可以把它收回去，那忘记搬下来，好，我以为我开了，好，重新来过，开局的部分是雨天，看一下双方阵容，守备员的话，中外野林哲轩客到，但是他有稳速哦。那个打击的部分，前三棒没有天气对到，但是上垒就轮到了坎沙诺，这就是会比较难以对付，因为天气开始对到。那这个中华队昨天也有玩家选择中华队比赛，好，倒垒，因为是吹速球，所以被抓到。那他的右外野方向的国家队征召选择的是刚刚很夯的98陈连宏。就是不小心换错，好，虽然被打安打，但是一个，那是怎么说？哦，变相的三上三下，轮到了是一局下半的攻击。反过来看一下主场队的棒次，前三棒里面有两张天气对到的打者，那为什么小编会特别注意一下棒次的天气哦？那在抢分上，当然天气对到才有那个比较威猛的打击的状况，所以刚第一棒没有上垒比较可惜。轮到是黄甘霖，可以偷说，因为他是单连度组合队。打给中外方向砍杀咯，而且他这个红雀队很特别哦，他没有用戴瑞凯尔，那佣兵选择中外野方向。好，轮到是沃克，黄甘霖一个成功的盗垒哦，因为他速度来到了最上，那对手维莱特选择投慢区就被盗上了二垒，现在是一个得点圈的打击机会，但是这个电风扇开得有点快，遭到了三振。好，两人出局，轮到的是98陈连宏。好，这个阿罗。打几千干扰一下，好 FF 左右，好，结果选到了保送啊，维莱特想说你在抖啊，我都投不进去了你还抖。好，那个一二垒有人，轮到的是率先打出安打的二 P 选手杨基，轮到的是他的第二棒刘福豪，小破刘福豪今天球技打得比较不好哦，这个手背，这手背感觉是两段式的手背，先用游击手守一下，再用外野手守一下，但是要守不守，最后用扑的，哇，这个惊险度十足。结果，哇，没有出去，墙够高，这打出。安打的是坎沙诺，所以刚刚的盗垒，
两出局之后轮到坎扎诺，真的要倒雷吗？罗国璋硬挑棒子传回来，哇！曾志珍接到，坎扎诺说啊哪呢？哇，这是一个超帅气的长传，挡下了这一分啊！哇，这棒子直接进到曾志珍的手套里面去，结果坎扎诺傻眼，扬身穿向一垒，刺杀了黄宗义，因为黄宗义天气客到。结果反了两出局没掉分，轮到的是 Pujols。 那刚刚硬冲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哦，因为他扑还是要给系统判断是 safe 还是 out， 但是他直接按 S 停下来。哇，这个过马路停看停，他很客气的停下来，没有冲撞一下曾志珍哦。结果这个半局没有得分，两个半局一次盗垒，一次本垒前的攻防战，导致队友没有得分，这一个缩框。哦，兄弟这边有点危险，他使用移防，但是遭到缩框，而且他每一球都移防，而且他是无复联，会被缩框哎。这个操作手册，哦，回来了，回来，他发现他操作手册用错了。哦，没有，他是。移错边，那移到左外野，现在移到右外野。哇，这名选手有点可爱。哦，这个棒子没有快传哦，他是全垒打王，但是他有抓到，而且也是阴天呢，阴天还抓到刚那一球。然后前面的攻击让大家有就是蛮几波攻势还蛮精彩的、哦、那现在比赛来到的是三局下半，第一棒是周董的退下 MVP 的光环了、哦、但是力速型还是蛮好用的，这边打没有打好，遭到刺杀，轮到高国辉，力速型的高国辉力量最上，哦，打到一个大空档，郑达宏天气客到，那曾华伟速度也不够，站上二垒一个打得分的打打击机会哦，得点圈有人。哦，伊利特虽然是新球团，那感觉线上蛮多支持的玩家朋友的打出安打，得到一整排的赞赏。一人出局，二垒有人，按下第一次暂停，直接换上小豪，换上小鸡。石头球怪力男没有接好，直接掉到了本垒后方啊！那高国辉不客气的站上三垒，变成一个基本款的打击机会。那这个是一个安打型的选手，这个力数最上。这张卡刚出的时候也很夯哦，这不用打太远，打到外野就好。结果卡特球。没有掉小鸡滑球，一个卡特球送你回休息区，两人出局，失去了拿分的机会了。这时候就要靠安打，晴天打冷，哎，快传！哦，大地士海棠的中外野手都选择大地士，这球也是一个惊险的扑接，没有发生失误。哇，那我觉得伊利特连续三个半局，一上二上三上，该得分都没得分，这个有点可惜哦，这是可惜，可惜再可惜，三次机会都没有掌握。好，三局下半也是很快的，一人出局，轮到的是恰恰彭振明。
哦，两人出局，两好两坏，轮到是绿色坦克这边炮管塞住了，遭到了三振。四局上半，伊利塔还有得分机会吗？哇，前三个半局真的是发生了平常很难遇到的状况。好，每场比赛都有惊奇。好，目前看到的是自由频道，自由频道的二军模式守备是一局制，比赛来到四局上半，是今天俱乐部大赛的第二轮赛事。那今天节奏很快，两点钟就打到了第二轮的四局。好，这边形成一支安打，哇，率先形成安打，我觉得海棠学院的手举手棒安打，哎，没有，讲错了，伊利特这边好几个半局手举的手打席都形成安打。好，看一下久等到底会有开框吗？还是要短打？还是再抓一个挥棒的 timing？ 敲下去，没有推进效果。陈连宏传回来，彭正明。好，这场比赛有传说卡的彭正明，也有08年的彭正明。一左一右没有推进效果，轮回到打出安打的，这是右吗？三 P 选手，喂，好，怪力男抓一个卡特球，挥棒落空，往左边掉，哇，这个配球被抓到，因为他内角球被骗到，那想说对手放在。框放在内角就往外角配，那对手也是内角被骗放外角，结果两个人都一个移框一个移球点，被打成一支安打，但是下一棒没有接连着火力哦，火力没有串联，四局上半也是没有得分，轮到四局下半。好，刚没有得分，换人要得分了。这一球绕过二垒，继续跑，坎沙诺杀他一下，坎沙诺没有杀到他。我想说快传的坎沙诺杀他一下，结果没有抓到张泰山。这是一个两次基本款的得分机会，第一棒是林奕泉，下一棒是陈连宏，而且目前进入了阴天打线，看来三垒这一分的得分率八成之高啊。好，看一下富兰克林。可不可以打小编一个脸？我这边有按下暂停。哦，这没有人出局，站上三垒，有三个阴天的打者，第一棒，哎，结果太想传本垒，结果直接绕到，球落掉了，直接到左外方向，反而形成一支安打。哦，这个良好球反而配了一个慢的，这个要小心哦。好，最后选择变速球对决，稳稳的回传，有快速传球，似乎是选择一个全快传哦。那左外野的克曼有快传吗？这个需要查一下，如果有快传，快传就是三个快传。但是刚坎沙诺比较可惜哦，虽然配有快船，但是还是没有杀到，没快船。那他拥中外也真的是很特别。好，他没有带金卡。
敲到右半边，哎，就用传的林哲轩遭到了刺杀，来到五局上半。投手的话是蜘蛛人彼得的第二局投球工作，然后皮特在上一个半局被打两支安打哦。结果伊利特这边已经敲了六支安打，却还没有踏回家门一步。好，直接打给了阴天的杨森。好，这边是送出了三振，那九一棒子拯救了 Peter 之后， Peter 越投越勇，五局上半是一个完美的三上三下，轮到了是下半的攻局，那第一棒是布雷，结果不是直卡布雷哦。好，这边如果用看可不可以用红卡的布雷轰一发全垒打，然后就可以跟普乌说买直卡给我，可惜这边没有形成一支全垒打。好，小豪这边使用暂停是一个攻击的对调，攻击的对调。哇，这个暂停带有轰出了全垒打 ，Home Run， See ya baby！ 哦，这边小豪一个代打全垒打，代打全垒打，这个很有气势，代打的全垒打，奥利维直接中外野直射啊，就好比加农炮一般，直接送到中外野方向。李真发生了失误，屋漏偏逢连夜雨。而且我觉得这种全垒打很坏哦，你要就彩虹，送球感觉哎，郑志臻又补了一发，连续三支安打，那郑志臻这边也是一支全垒打。哇，这统一的战歌已经响起。那这种时候，其实这种时候就是团队会很开心哦，因为昨天在现场看比赛，打出全垒打，队友都会很开心，因为三名选手第四支安打，又是一支全垒打，单局的第三轰，布雷特轰网，力量下了布雷特，这是哪招？好，又轮到陈金峰。哇，高潮了，现场应该高潮了。因为这打全垒打之后会跟队友欢呼哦。啊，那你是三名选手都打出安打，就是大家会很开心。哇，这球没有猜到框，终于拿到了第二个出局数啊。又是一个猜到的缩框了。好，这个半局被炸。哦，刚不是安打，是有一个是失误，出现了三支全垒打加上一次失误。好，讲错了，三支全垒打加上一次失误，一口气拿到了四分哦。我连单局炸了三轰啊！棒棒棒，三发全垒打，黄宗毅。
结果没有接到球，因为他的位置还来不到跟球平行，所以最后选择扑球没有接到。这边要稳下来哦，而且我或许五分不一定可以逆转哦，但是你要咬住得失分哦，多得几分，那看可不可以把失分就守在五分哦，这个也是相当重要，这很重要，不然到时候积分相同的时候后悔来不及了，这个七八九个半局要多拿几分回来哦。好，六局下半轮到的是海棠的攻击，拉近又缩筐，海棠整个打开了。小豪两局第三支全垒打，哇，他单场三响。这个我等一下跟裁判长说一下，这名选手可能要抓去验尿一下。小豪第三发全垒打。或者是这边要看一下、喔、那个他带哪一个键盘哦，带哪个牌子的键盘这么好轰哦、喔？比赛打到六局，他已经送了三发全垒打。这名选手这样会有危险哦。好，打到了 logo 的手套里面去，轮到的是杨森。杨森又一个欧吧，哇，这二三 P 选手真的是布雷特打全垒打，杨森又打了一个欧吧，小豪要用大地四轰全垒打。哈哈没了，两好球没了没了，好没了。结果他跑出一支内野全垒打，要三打，结果要过去。好、哦，这个如果是右边就可以继续跑。哇，他连续四支长打，没有全垒打，还是一支长打，目前来到了大比分的领先，7-0啊。右外野方向没有人可以接，带有一分打点，因为是大地四的跑垒传本垒，又多掉了一个垒包，二垒有人。哇，这连就打到我来不及按暂停哦。好，一直没有安打表现的微微爱也击出了安打，但是他那一个没有入框，这边又是一支安打，九分差一分。好，进入了一个口斗的台米，轮到的是沃克。喂，好，这球没有对到框，中外方向形成一个飞球，两人出局。陈连宏大棒一挥，没有形成安打，
比赛继续来到了七局上半。王胜伟没有跳到，好，伊迪球这边有得分的机会，又是一个开局上垒。其实前半段打得还不错、哦，开局都有人上垒，继续安打滚过去就有机会，一二垒有人。好，这个比前半段更完美哦，而且这再喘还继续投，可能因为大比分哦，就是换投的时机可以缓一点，但是现在没有人出局，一二垒有人，轮到的是洪一中，安中哎。那换上的投手是郑凯文，洪一中路框的挥击，林哲轩跑得很辛苦，哇，这个，哎、欸，哇，那个跑垒又发生了跑垒上的瑕疵哦，维兹凯尔冲太快，没有先看，那他应该是停在这个。这边跟大家分析一下，如果遇到这种状况，大概停在 2.3 哦， 2.3 垒的位，但是没有关系，队友补上了一支安打，拯救了维兹凯尔。好，这个维兹凯尔跑垒失误、哦。好，现在轮到打者是科尔曼。那海棠也不能高兴的太早、哦，这个。欸，结果科尔曼连续早安、午安、晚安，请了三个安，遭到了三振哦。海棠这边虽然大比分领先，但是这得失分是要拿来比的、哦，两边都要尽量拿分，尽量守住得失分。花花张政委的招牌挥棒落空哦，会滚了两圈半。哦，陈连红接到了这一颗球，最后只拿下一分，来到七局下。好，那频道上的朋友，不要太激动。比赛有输有赢，帮自己队伍加油就好，不要太激动。好，这中外方向形成一支安打。那或许我觉得他们其实没有表现得不太好，就是前半段得分没有拿到，就是因为棒球是很悬哦，你那没掌握好，就是会发生一连串的状况，所以在中半段是有一些大局的发生。但是前半段来看，还是伊利特的攻势比较猛烈、哦，所以大家就是帮自己球队加油。目前的话是换上代打的是棒球情人高国辉。而且送到右外野方向应该没有推进的效果、哦、跑垒者这个哦，大家有看到这个跑垒的技巧、哦、就是先站着，如果一定出局的就离垒包近一点，那不一定会就是有机会形成安打，你就可以往二垒多靠一点。那刚维兹凯尔的跑垒哦，就是应该是要停在哦，这个又是传球上的失误，不应该传三垒的，应该是停在这个箭头的位置哦，你在这边按个 S， 那刚中外也扑到球，你回垒就可以跑三垒哦。他刚是可能已经快跑到 2.7 这个位置了，就是回来又来不及回去。好，二三垒有人，黄宗毅的打击缩框，没有开框打，这感觉是要一棒扣都多拿一分的积分哦。好，彼得在夸奖之后被打了一支深远安打，现在二垒有人，看一下伊利特可不可以掌握这个基本款的得分机会。
好，那彼得完成他的投球工作，换上了是高健虽高三三，高三三一上来就送给了愤怒鸟一个三振。轮到了打者是道总，道总中外野方向形成一个飞球，没有推进的效果。哎，有跑上三垒，哇！于贤明天气对到，跑到三垒。然后队友没有敲出安打，现在轮到自己的打击，看可不可以帮自己打回打点哦。现在是黄宗毅。两好三坏，三垒有人，满球速一个轰中的石头球被逮到了。陈连宏天气对到，救不到这一颗球，怎么会发生失误？就黄宗毅跑二垒找到人刺杀，这个是好，我觉得那这个就是跑垒上的一些观念哦。这八局打下来，太多跑垒失误，太多跑垒失误了。好，现在比数来到了9-2。绿色坦克的第二次攻击 ，Home Run，See ya！ 战歌再起，布雷特之后，接着开炮的是高国庆。好，小豪很想继续打全垒打，因为八局下是最后一个半局的攻击机会了，但是泰山这一球没有打好。那兄弟向这边持续的在移防，这怎么移到右边去了？好，这不要洗画面，好，千万不要洗画面，好，会被 ban 哦。好，现在是9局上半，最后的反攻机会已经一人出局，投球守城的是小豪的莱恩，小豪的莱恩对上的是周董周思齐。那目前没有天那个风向的帮助。周董对于这一颗球掌握的相当不错，形成了一支安打。周董就是周董了。好，小豪虽然在阴天的情况，但他换上了是黄平洋。黄平洋，那打者的是高国辉，上一次有长打的表现。
logo 高，遭到了三阵两出局。M1 轮到的是打塑形的杰佛瑞斯。好，大家不要太激动哦。昨天被口斗的团也是有晋级啊。昨天被口斗的团也是有晋级。这只是一场比赛，最后冰山结束了第二个27个出局数。那关键在于五局下半连续三支全垒打带动五六局的大局，最后就是10-2由海棠学员再拿两分积分，恭喜海棠学员。